像这里到这里一个不读了，就是这个读是一凹哈，这里啊，这里两个会顶住了嘛，就是个主，还有这个看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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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角会三前左右啊，颜色的前颜色，慢慢来呀，不怕，有痛你讲痛没？有痛吗？没事，十，一点点左，痛了，用，很好，按在这里啊。这里没事，最后是在这个这里按，可以啦，不用开刀了。医生讲练下，哎呀，小事情啊，你睡，不用开刀了，两个星期好玩，放松啊，一、二、三、四、五 ，this part is nine，so this part you will never just like this part，so like this here no problem，no problem，no problem。This got one bone. Here got one bone. Here got one bone. Mm-hmm. So he misaligned and fractured over here. So 你看啊，我按这里有 marking 了了，这里最痛了。你看啊，按了一次啊 ，marking 痛了，再按第三次啊 ，marking 痛了。等一下就有痛了，好，放下去。好的，放到包里了。Like this, one, two, three, and four. 完成。听到声音哦，有有，哇，那天就是这样的声音，那天出现人家夸人家的声音，现在也是夸人家的声音。好，现在看有什么分别啦？最重要，一个脚可以上90度，90 degree good， 可以去180度平线的，没事，转360度，转右360度，跑过来。轻松很多了，跑下去按这里啊，没事没事，好按这里。这个 marking 呢？那 marking 在这里。OK 啊，我们有开一下。那按大一点这条会轻松很多。再来了，你看。